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由闯王公司生产的自助洗车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自助洗车机呢，它这个整机身高尺寸是1.7米，算上底部10公分的槽钢，然后宽是90，这个厚度这个深度是60。这个底部这个槽钢设计呢，是方便我们固定安装的时候不用再打那个水泥台，直接用膨胀螺丝在地上可以直接固定上。然后这个机器呢，它是喷塑，然后1.5时候的这个钢板喷塑的。然后顶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防雨设计，然后这个门内部呢，它也有个防雨槽，这里面是可以看到有防雨槽的。然后这个机器呢，它分好几种功能。这个我们看，我们现在介绍这个是泡沫、清水、吸尘三个功能，另外还可以加泡沫、水蜡、清水，然后还有泡沫、蒸汽、吸尘，还有这个洗手功能。洗手功能呢，到时候这个地方如果有需要，可以定制，这边加装一个水龙头出来。水龙头不过它也是计费使用的。我们看右侧面这个地方是放这个枪管的，这个枪管呢是双层钢丝的高压油管，防车压。然后这个枪呢是耐摔的这个枪，高压冷水喷枪。然后喷枪呢是可以调节伞状和柱状。然后呢，这个机器它可以定制微信支付、微信刷卡支付。这个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订购的时候提前说明。然后这个机器呢，机器内部全部用12伏电路控制，然后这个很安全，不像其他品牌的用220伏的控制，这样会有很多的不安全因素。然后内部的水泵，高压水泵是全铜的水泵，然后这个质量经久耐用，包括里面的各个电器都是品牌的电器，像空开、正泰的，然后交流接触器等等，都是牌子的电那个用电器。这个机器呢，总重量是185公斤，这个防盗防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锁是用的防盗锁。我们那个闯王是，咱们中国最早做这个自助洗车机的。然后这个洗车机呢，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个它的这个三个功能：泡沫、清水和吸尘。这三个功能呢，泡沫拧到泡沫档位，然后这个机器可以打泡沫，高压泡沫。然后放到清水档位是出纯清水，放到吸尘可以用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个出来的这个吸尘用来这个清洗机器的内部。然后呢，这个所有设计都是开枪开始计费，关枪开始停止计费。这个费率可以根据各地的收费情况不一样进行调节。同时，这个机器是具备两种，一种是投币，一种是刷卡，这两种模式。这个微信支付呢，咱们就不多介绍了。就是如果有需要是可以加装的，也可以通过微信支付来进行这个启动机器。好，下面呢，我们具体操作一下这个它是如何使用、如何洗车。首先，我们先试一下投币功能。您好，欢迎投进去1元之后，机器自动启动，然后开始提示。下面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机器，这个车呢刚下过雨，挺脏的。然后我们先喷洒一下泡沫。喷洒一下泡沫，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先投的是1元的硬币，然后把这个泡沫用完之后，我们演示一下刷卡功能。这个泡沫的浓度是可以调节的，机器内部在咱们设定的时候可以调节这个泡沫的这个比例。关枪，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机器内部已经停止工作，这个费用呢也停止计费。好，这个枪管是15米长，我们可以看到很长那个15米长的这个高压油管，这个油管是耐车压，不像传统那种枪管，一看就是皮子做的。软的一踩就扁，
这个随便踩还是圆的。好，我们把整机身都打上泡沫。好，之后用海绵擦拭一下，接下来我们会用那个清水来清洗一下。好，在工作人员擦拭的时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吸尘功能。吸尘功能呢，现在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开关拨到吸尘上，我们就能听见吸尘器在工作。好，那有一个挂物钩设计的，专门就是挂这个吸尘器的。我们可以看到手机都能轻松地吸起来，拉都拉不开。好，这就是吸尘功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使用吸尘器的时候，这费用也是在计费。吸尘器就不同其他的，这个吸尘器必须你不用的时候然后开到其他档位就行了，停止计费。好，我们把这个费用给它浪费完啊，一会儿介绍一下如何刷卡。好，趁这个空档咱们介绍一下这个洗车的流程。第一步，投币或刷卡或者用微信支付，选择之后，然后这个对应的面板上会显示一定的金额，金额之后然后选择清水模式，先用清水冲洗整辆车。第二步呢，然后你可以换成泡沫模式，把这个水箱调成雾化状态，因为这个枪本身设计的就是可以调柱状和散状，然后喷洒泡沫并用海绵擦拭这个整个机身。第三步呢，就用清水模式，然后用枪把泡沫冲洗干净。然后呢，冲洗完之后你可以选择刷卡方式，直接把这个币给退回来，就是这金额刷回去。然后呢，用海绵或者说用毛巾直接把整个机身擦完就行了。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元的费用我们用完了，也就是说我们给它浪费完了。然后现在下面我们刷一下卡。刷卡之后，然后机器又重新启动。好，我们演示一下如何刷回去。谢谢使用，欢迎下次光临。这就是如果你洗完的时候就直接卡刷一下，余额自动返回你的卡里面。好，我们继续。您好，欢迎使用。我们演示一下如何调节这个散状和柱状。开枪的情况下，然后旋转枪头前面。好，这个泡沫和清水切换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过程，因为管道里面会残留有泡沫。
啊，这个就是由闯王公司生产的投币刷卡自助洗车机。现在呢咱们还有新功能微信支付，欢迎大家的订购。